上六点半钟，在人民大饭店，你刚开到六点半钟，在人民大饭店候你的对职员，请到三路上联办事处。由台北市教育局局长张明辉代表，请用由台北市教育局局长张明辉代表主持。四个球队的球员在同一场，并且每一场四个球队的球员，同时希望三个球队上能够更进一步。同时呢，在这两个呢，三个比赛，这两个教练的在一起举行大学比赛，这两个之间的友谊特别好。给张明辉局长，日本领队曾经当上女子球队队员，张明辉局长，尊重队长留念，尊重队旗所在的。